李生商和李生号道：“村外鲤鱼又来若铸金舍三银，复作其中，由食资狂往来寄宿，者与清谈，供给不厌。一日大雪严寒，有老僧单忙借榻，其词玄妙，信速将行，故晚之。留数日，使生以他故归。僧独早至，欲将别生，金铃而往，叩关不应。于元入，见室中灯火盈盈，疑其有作，先窥之。僧去庄矣，以手离直灯请上，细甚不类真驴，颇似殉葬物。然而委实动，气修修然，俄而装成，起户迁出。生前委之，门外原有大池，僧系驴池数，落入水中，便体居着矣。着衣牵驴入，亦着之，继而加装超成，行绝使。生使呼之，僧但遥拱至现，语不及闻，去已远矣。王梅无言，李琦有人，曾至其家，见堂上额书带死堂，亦大师也。